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心中感恩，我们心中兴奋，因为我们是你拣选的孩子，我们拥有这个的权柄向主你来呼喊，我们拥有这个权柄将我们的身心、我们的重担、我们向主呼求的都能够带到你的面前，并且我们深信你是垂听我们祷告的上帝。亲爱的天父上帝，今天我们继续跟着约拿的脚步走到去尼尼微城这边去。我们亲爱的天父上帝，求你也一样差派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单只是跟从约拿的脚步，其实我们是跟从主你的心意。我们透过这个约拿，他跟你之间的这个的摔跤，他跟你之间的这个拉扯，他跟你之间的这种的生命的交流，盼望我们也能够从他和你当中这些的经历，我们能够得到一个的启发，我们能够学习到你自己的话语，并且我们能够摸着你的心意。摸着你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更有胆量，更有信心，更有这个迫切，也更有这个热情来向人来传福音。求主帮助我们，也求主把我们带到你自己的话语里面。我们将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好，各位，我们买一些的电器的时候，尤其是啊，现在的电器因为科技啊各方面越来越先进，我们的家用的电器呢也越来越复杂啊，无论是从一个非常简单的洗衣机，或者你买一个的啊扫地抹地的 robot， 哎呀，讲到这个 robot 呢，我的太太说，哎呀，我认识你20多年，你送我很多的东西啊。她说啊，前两三年哈、啊，我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她说我收过最好的生日礼物就是这个 robot 啊，它自动去啊吸尘，还可以抹地等等，而且这个function啊越来越多哈、啊，越新的 robot， 而且越来越便宜等等。还有呢，比如说哎，买了一架这样的一个的啊 keyboard 哈、啊。啊，等等哈，就算你买了最新的 iPhone， 都有一本的啊，这个的说明书啊，或者是真的是 physical 的一本，或者是他教你上我们的网页你去看啊。为什么要有这本的说明书呢？因为这个说明书能够帮助我们更了解这个产品，这个说明书呢能够帮助我们啊，能够知道怎么样正确的操作这个的产品。这个说明书能够帮助我们呢，能够把这个产品最大的功能呢，把它发挥出来。这个的说明书能够帮助我们不要错误的操作，因为错误的操作可能会带来啊，这个产品会对这个产品造成一个的破坏。于是呢，我们如果要我们的洗衣机有最好的功效，我们一定要熟读啊，怎么样来操作啊？这个 keyboard， 哎呀啊，它是一个非常啊。复杂非常一个的很丰富的一个的乐器，要怎么样把它全部的功能发挥出来啊？哎，这个 robot 怎么样用这个的WiFi 来控制它、啊、以至于它不会 miss 掉任何的一个的角落等等，都是要我们去把这个的产品最好的功能完全的发挥出来，然后保护这个的产品。各位，这个让我联想到我们对福音的，或者我们对救恩福音的那种的体验，和我们对救恩福音的那种的认识呢，也是这样直接的影响我们做门徒，和影响我们有没有这个的热忱去把福音传给人的。我们不敢去传福音，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对福音没有信心，但是当我们能够很好的了解了这个救恩，我们很好的了解了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很好的了解了我们买回来的这个的产品，我们能够使到福音在人群当中，在新的这个信仰群体里面，也在不信的那些人当中呢，这个福音呢就产生神的那个的大能。我们不敢向人来传福音，我们害羞，我们觉得没有信心，是不是因为我们对这个福音不认识，或者认识的不够呢？或者是我们没有那个的热忱？因为呢福音是白白得来的，我们不需要付什么的代价。正因为白白得来，我们好像显得不是那么的珍惜，我们好像显得态度是很散漫，或者是呢我们亲身经历过这个福音了，我们亲身经历过这个的救恩啊，我们亲身经历过，当我们向神呼求祷告的时候，神的医治、神的安慰、
神的供应怎么样神迹性的临到我们身上，以至于当我们感受到，当我信了耶稣的时候，哎呀，我真有平安；我信了耶稣之后，哎呀，我真有那个的把握的时候，哎呀，我信了耶稣，虽然我还是会面对一些的挑战，但是我心中很牢靠，我心中很喜乐。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福音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能够帮助人，那么的能够带给人盼望，以致我们很有信心，我们很有热忱，我们到处去向人传福音。各位，这一节的经文，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它是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众所皆知，罗马书是保罗的神学里面对福音、对救恩、因信称义的救恩讲的最透彻的一卷的书。他在一开始第一章的时候就在那边的宣告，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对这个福音我们有多相信。正如我们买回来的那个的产品，你有多相信这个产品有这么丰富的功能，我们有多相信这个福音的大能，我们有多委身于这个福音的大能呢？我先让大家看一个一分钟的一个的视频。这个的视频的背景呢，是我们在它是在缅甸，但是它却是在缅甸、老挝或者是辽国、中国和泰国这四个国家的边界那边，所以非常敏感的。那个是一个军事的自治区。感谢神带领我们，凭着信心，也跟当地的那个将军有一个打好的一个关系。我们大概十年里面呢，我们十年前我们去那边开始一些福音的工作，在这些少数民族村落里面来传福音。感谢神，十一二年吧，过去了，我们到现在在那边大概有12、13间的礼拜堂在那边更加我们兴奋的就是呢，我们建立了，凭着信心啊，真的是也凭着众弟兄姐妹的奉献，竟然在一个被称为鸟不生蛋的一个偏野的地方建了一间的学校。哇，这个地方呢从来没有学校了，这个地方的孩子从来没有上学过了。这个学校我们从40多人、50多人、80多人，直到今年新的学年 intake 呢，我们有200多个学生在那边。我给大家看这个一分钟的视频。做这个短视频的弟兄真有那个的感动哈，这个的画面配上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的那个的音乐，我真的每一次看哈，哎，这个我不懂，看过超过50次，接近100次，心中都是一样被激动。我们盼望今天这个神的灵、宣教的灵同样激动我们。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各位，有两种人可以见证这个神的大能，请大家打开圣经。约拿书，我们进入第三章。约拿书第三章不长，只有10节的经文，因此我邀请大家来打开神的话语，我们一起进入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的信心呢是建立在神的应许里面，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行动里面。好，我们打开这个约拿书。是，我知道约拿书在旧约蛮难去找的哈，不过没关系，慢慢找哈，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哈。好，约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我念给大家听。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
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你哪边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城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耶拿进城去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上帝，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会中。他又使人偏告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上帝。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上帝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上帝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各位，我们能够在这个约拿书第三章里面看到，有两种人呢，能够见证神的大能。神的大能正在这个尼尼微城啊发挥的或者展示的淋漓尽致啊。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讲过了，这个尼尼微大城是当时哈、啊、主前两三千年哈、啊，它有高度的文明，但是这个高度文明是敬拜偶像的，他们有很强的军队，他们是一个大帝国。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他们为什么要信这个以色列小国的这个耶和华上帝呢？但是我们能够在第三章里面看到，当这个约拿在宣告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整个国家哈，这个首都从王到老百姓，从最老的到最小的，从人到动物啊，都悔改。这岂不真是神的大能吗？没有人能够做这样的一个的神迹的。两种人见证神的大能，第一种呢，就是传福音的人。传福音的人能够见证神的大能，我们就能够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能够看到，这里就讲到神呢，这、第二次差遣约拿了。你看神说啊，第三章第二节，约拿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如果我们参考回我们的圣经， That's why，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要求大家打开圣经，你就可以一下子就看到，刚看回去第一章的时候，第一章当神第一次吩咐约拿的时候，你看这个第一章第二节跟这个第三章第二节呢，神的吩咐，神的心意，神的差遣呢，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显示出什么呢？这个第一章第二节，第三章第二节，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显示出什么呢？这个显示出神拯救罪人，神要罪人从罪恶当中回转，神爱这个世人，神要把福音带给他们，神的那个坚持，神对人的忍耐，神的心意，神差遣人去传福音是自古不变的，神从来没有动摇，神从来没有因为我们有、不同的反应。神对他要把他的爱，他要拯救人的这个心意呢，是从来都没有改变，从约拿的时代到我们今天都是一样，神要拯救他所爱的人。我们看看约拿有什么行动。第三章第四节，约拿便照神的话起来。各位，在这个第一章第三章第二节，然后到第三节，你都会看到起来这个字眼。我在第一章的时候已经讲过，起来这个字眼带有什么，它不只是一个的动作，就是哎，现在我们起来啊，我们啊在神面前我们祷告起来，它不只是这个动作，它是带有时间上的那种的迫切，你一刻也不要等待，你一秒钟都不要迟，你马上要有行动。神说你马上要起来。然后第三节，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就往尼尼微城那边去了。我们又对比一下这个第三章第三节跟第一章第三节了。第三章第三节，哎，约拿这一次乖乖的去了，还不乖咩？大鱼来吃啊！
再不乖的话，可能恐龙来了。第一章第三节，第一次的时候，他是啊起来哈、啊，他是起来，一刻也没有等待，马上行动，但是他是逃跑去他斯了。但是呢，现在他是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但是当我们详细的读第三章，甚至到下一次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是虽然这个约拿是乖乖的去了，但是他不是很尽责的，他偷工减料的，他不是很甘心的。这个偷工减料在第三章暴露出来了，等下我会讲。第四章他心不甘情不愿。我们来看至少两方面哈，看他怎么样偷工减料哈。第一方面呢，我们看这边呢，他说尼尼微是一个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意思说呢，你要走这个尼尼微城，你要走完啊，要三天的时间。根据当时走路的速度，啊，要记得哈，当时没有 motorbike 啊，当时没有车哈、啊，当时肯定也没有 Adidas Nike 哈 这些的很好的球鞋哈、啊、等等哈。啊走三天，根据当时古代的人走路的速度，一天大概是走30公里，所以要三天的路程呢。哇，这个尼尼微大城哈、啊，大概呢是100公里方圆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城市，哇，比我们这个的所谓的巴生谷哈 更大。但是我想请问大家。That's why 为什么我要大家打开圣经、啊、我想请问大家，约拿走了多久啊？你看圣经本来是三天才能够走完的，他随随便便走了一天、啊、走了一天就收工、啊、偷工减料、啊、这个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第二方面你看约拿只是宣告审判，再过40天尼尼微必倾覆了。各位，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神所宣告的救恩呢，不只是停在审判的，是对人的罪恶如果不回转，神说我会审判。但是神的行动不是要带来审判，神说我要恶人回转， 我施行审判不是我原来的心意，我的心意是要人从他的恶当中回转，这个是以西结先知也在那边宣告的。但是呢，你看这个的约拿，他把福音啊分为两半，只讲上半集，没有讲下半集的。我们看这个神是、啊、这些以色列人，我们讲回以色列人哈，无论南国北国。啊，他们拜偶像啊，他们道德败坏，是神差派先知来责备他们。以利亚、以利沙啊、以赛亚、耶利米这些中啊历代的先知，你看是他们发出很严厉的那种的警告，但是一定，各位我说一定，不是我说，圣经说，我是按着圣经说，这个审判呢是一定带着那个的救恩的。这个审判是一定带着，如果你们回转，我就把平安，这样我就免去你们那个的灾祸。但是你看约拿，约拿只宣告审判，没有宣告如何得救。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讲过了，因为尼尼微人或者亚述人是以色列人的敌人啊。如果按照我们人性那种狭窄，我们按照我们人性那种，哎呀，敌人啊，真的是恨不得你死我活。我为什么要宣告一个得拯救的福音给你呢？各位，在原来的圣经里面哈，是我们中文翻译哈，我们中文翻译这个约拿说，再过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哇，几个相当多字哈。其实是在原来的意思里面呢，或者原来的文字里面，只有5个字罢了。啊，你就看约拿偷工减料到啊。各位，然而我们在接受下去的经文、啊、我们就看到，我们很惊讶的发现，这一次这么偷工减料的一个极短宣、啊、我们所谓今天我们所谓的短宣，可能、啊、我们去一个跨文化的一个宣教的前线、啊、大概1个礼拜10天，
两个礼拜啊，短宣啊，这个是极短宣啊，要走三天的路程，他走一天就收工。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偷工减料、随随便便、心不甘情不愿的这个的这么的极短的时间里面呢，却是一个空前的一个福音的一个的彰显神的大能。这一个整个尼尼微大城的这个的人都悔改哈，在整本圣经里面，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凸显的一次神的大能，在外邦人当中，在不信的人当中。哎，我在说这些不信的人不是没有文化的，这些不信的人不是那些没有文化的土人啊，这些在当时呢是拥有高度文化的人，但是他们却回转信靠耶和华上帝。神的大能呢，就让我们看到神的大能依然能够在我们人的不足、我们人的软弱、我们人的心胸的狭窄当中呢，神依然可以彰显出来。但是各位千万啊，不要用这个借口，哎呀我们可以随便啊，哎呀我们可以偷工减料，反正神都有他的大能啊，千万不要用这个来做借口。除非你想要在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好，我们接着下去。第一种人能够见证神的大能的，就是传福音的人。第二种呢，第二种就是那个听呢然后相信顺服的人。我们从第五节来看到第九节。第二种能够见证神大能的人呢，就是这些听呢在圣灵的感动里面，他不但只相信，他顺服的人。无论之前他是多么不可能归向神的，亲爱的生命团结的孩子们啊，这个约拿书呢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不是从我们自己去评估这个人到底会不会信耶稣啊。我们哎呀不必传给他了，他不可能信耶稣了，哎呀那个哪里可能信耶稣，千万不要用这样的一个的借口。在当时最不可能信耶稣的，当时不是耶稣了，当时是耶和华上帝了，当时最不可能归向神的人却归向神。我们只管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我们只管成为神差遣我们的传福音的一个的管道。所以这个第五节到第九节它就很真实而且很详细的记述了这个不可能的可能。我们就来看在整卷的约拿书四章的约拿书当中呢，一共有四次形容这个尼尼微城，就是当时亚述帝国的首都啊，就是当时最高度文明的一个的城市，是一个极大的城啊。一共有四次这么的强调，他形容这个尼尼微城是一个大城，有以下几方面彰显这个尼尼微在什么地方大呢？第一，它的历史很悠久，它的历史很深长远大。哇，它大概有多久的历史啊？原来呢，我们找回去，回到创世纪，原来呢，尼尼微城起初是谁建立的呢？是挪亚。你知道谁是挪亚吗？挪亚就是那个做方舟，挪亚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建立的，就是挪亚的曾孙所建立的啊。你可以查啊，去看看那个查看啊，在创世纪第十章第十一节。哇，原来在创世纪的时候已经有了这个的尼尼微城，它真的是我们人类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啊。第二，它的面积范围很大，我们刚才讲了，哇，它的周长大概是100公里，方圆100公里，要走三天才能够走完。第三，它影响的层面很大，因为他是当时最强大的帝国，他有很强大的军事的力量，他霸占了很多地方，他把这种的敬拜偶像这种的风气这种的宗教呢，就把它影响了当时很大的当时的这个的世界，他的影响很大。第四，他财富很宏大，当然因为打仗得胜，得胜又得胜，抢回来的也因为做生意贸易等等，累积了很多很多的财富。他的人口很庞大，至少呢
在当时尼尼微城住了600,000人。啊，我们在第四章的时候才来去啊解释这600,000到底是怎么样计算的哈、啊。你说600,000很多没多啊？不要用今天的标准哈、啊。当时呢，600,000人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的城市，拥有这么好的条件。各位拥有这么好的条件，要叫尼尼微人离开他们所自己引以为傲引以为荣的这个高度的文明，要离开他们敬拜很多年一代又一代的这个的偶像，然后跪向上帝啊，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好比今天我们觉得，哎呀，我们这个人啊，这个人啊又年轻有为，事业又顺利，然后又很有钱，然后太太又很恩爱，孩子很孝顺，身体又健康、啊、家庭美满、啊、银行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钱，他有很多很多的产业，这个人、啊、几乎就是一个 最成功最幸福的人、啊啊、他会觉得、啊、我什么都有了，我什么都有，我何必要信耶稣呢？这个就好比当时这个尼尼微城的人、哦、我们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城市了，我们是全世界啊有这么多的这么各方面的大了，但是各位，但是神知道尼尼微城即使有这么多个大，还必须再加多一个什么呢？罪恶重大，就是这么一个原因。不管之前有多少个大，就是这么一个原因，罪恶重大，他们需要悔改归向神。神就借着约拿，虽然他偷工减料5个字罢了，神就施展了他、啊、这个拯救的大能，这个福音的大能。所以在第五节，尼尼微人信服上帝，哇，简单利落，偷工减料的一次传福音，但是简单利落就描述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从最大的到最小的，从最尊贵的皇帝到平民老百姓。然后呢，第6节到第9节就很详细的讲了这个王的行动，因为这个王一国之君嘛，他的行动就代表了他的臣民。然后这个王呢发出吩咐呢，这个臣民老百姓都要去回应的，所以就很详细。虽然第3章有10节啊，但是就用了6、7、8、9、4节的经文，48线的经文来形容这个王他的行动。第一，他下了宝座，他脱去他王帝的那个的衣服，代表什么呢？代表他知道不是我是王啊，是有一个天地之间的王啊，是代表呢我不再做我生命的王，我要求这个上帝来做我生命的王，我要交出我生命的主权。各位，要叫一个当时最大的帝国，没有人再比他大了，这个王做出这样的行动真不可想象啊。但是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第二呢，他脱了他这个哇，应该是、啊、最珍贵的材料，最华丽的这个王的衣服呢，这个龙袍啊，他穿上了麻衣。各位，你也会看到这个麻衣呢，在这章经文里面至少出现3次。后来人每个人都披上麻衣，连这个动物都披上麻衣，这个是当时一个风俗来的，就是代表我极度的卑微。我极度的在神面前，我感觉卑微，我感觉懊悔，我要祈求神的怜悯，我是一个非常卑微的人，麻衣。哎，大概也跟我们华人的一些传统文化有一点像哈、啊、就比如说有些人家里面啊有丧事的时候啊，他的子孙啊就会啊象征性也好，真的是穿上也好这个的麻布，表达一种很深切的一种的悲痛。然后呢，第3，他发出这个圣旨了，圣旨都啊，每个人就要跪下来听了。他发出这个圣旨，这个通告什么呢？他说啊，无论是人，无论是动物，都要禁食。第二，不单止禁食，
是要切切的求告神。金蛇也是当时的人在表达一种 在极度的那种的、悲痛，极度的懊悔当中呢，他要专心的寻求神。我们今天进食也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精神。我们不是进食，神啊，你看我多可怜，没有的吃啊，啊啊啊，神啊，哦，在神面前装可怜哈，啊，不是哈。所以耶稣教导我们呢，啊，你进食的时候不要让人家看到你在进食啊。那时的人就是咯，进食把他故意把脸弄得很难看哦，哇，哦，很惨哈，啊。耶稣说不要，啊，你就像平常这样，因为进食呢是我们在神面前跟神的一个的交流。好，在这边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就、他就吩咐每个人都要悔改，离开这个的恶行，然后归向上帝。结果呢，结果神就悦纳了他们了，全城的人都得救。第十节，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哎，看看是不是真心的还是做做假假的。哎，神查看了，真的见到他们离开恶道，神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呢。为什么这么戏剧性啊？这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却是十节经文把它搞定了。为什么这么戏剧性呢？各位，除了宣告和赞美神的大能，我们还能够说什么呢？除了宣告和赞美福音的大能，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有谁能够提出其他的可能性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人呢，就在古代的一些文字的记录，当然当时的文字不是我们这些印刷啊等等，他们是特别是在亚述这些的地方，当时还没有发明纸张，他们怎么样记录东西呢？他们把一些泥拿去烧，它还没有完全硬的时候呢，就用一些的尖尖的东西在那边刻一些的符号来记录。哇，在这个尼尼微城啊，在一个图书馆，皇家图书馆啊 Royal Library 啊，发现成千上万的这些的泥板，就记录了很多关于尼尼微城还有亚述帝国的事情，以至于我们在考古当中呢，我们可以知道很多不单只是关系到亚述帝国后来巴比伦帝国一些的东西，也在当中发现一些跟圣经有关系的一些的记录。有人就在这样的一些古代的文字记录里面呢，就察觉到找到看到，就在约拿呢去到尼尼微城之前，当地呢曾经发生过两次很重大的这个的饥荒。这些是亚述人或者尼尼微人不敢或者是从来没有想到的。你知道尼尼微城在哪里吗？你知道亚述帝国是怎么样发展起来的吗？到后来这个的巴比伦帝国怎么样发展起来的吗？它曾是在这个米索布达米亚平原。米索布达米亚平原是在哪里呢？哎，特别是年轻人，你们读地理历史一定读过的，有两条大河，幼发拉底河、底格尼斯河，这两条的大河中间呢，就是这个文明的发源地。所以呢，饥荒是不可能的，因为有两条大河，但是就是发生。然后在这两次的饥荒中间呢，发生了一次热泉事。当然，今天我们对天文的那个理解啊，热泉事只是一个天文的自然的现象。就是刚好呢这个月亮跟地球然后太阳等等，哎，刚好排成一条线，这个的月亮呢就挡住了这个太阳的光照来这个的地球。今天我们知道，但是即使知道，当这个热泉事发生的时候，我们也很兴奋，或者是也带着一点点的那种的忐忑不安呢，更何况是以前的人。以前的人是没有这些的这些的知识，忽然间本来是白天的，忽然间天昏地暗，他们就觉得哇，一定有重大的事情发生。所以这些你说那全是还有饥荒真实的吗？真实，有文字记载的。而且这个那全是今天这些的天文学家可以计算回去的，用很准确的计算某年某月某日。这个那全是我就告诉大家了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主前763年6月15日。哇，你说准到这么准，是因为可以计算回去的。
神是不是借着这些天然的天文的现象，还有一些自然的灾害，作为一个审判的一个的兆头，来警告然后预备这些尼尼微人的心悔改呢？圣经没有说，圣经没有提到这些。刚才我所说的这些是在他们的那个的 Royal Library 哈，这个皇家图书馆的记录里面找到的。但是神是不是就是用了这些来预备他们呢？告诉他们将有大事情发生，将有审判发生，你们要预备好等等呢？我觉得是极有可能的。另外一方面也有人质疑哈，哎呀你讲这么多，这些都是你们自己写出来的吗？在亚述帝国的这个的皇家图书馆里面有找到吗？有找到说他们曾经有一次全城的人都悔改信靠吗？没有啊，就是你们自己，广东话叫捞作啊，自己做的。这么轰动的大事，就是连君王都信了神啊，信了上帝，亚述的官方的历史竟然没有记录。其实我们都知道，特别是古代的国家，不只是亚述，巴比伦也是如此，埃及也是如此，他们呢不会记录一些他们的国家觉得很羞耻的事情呢。其实呢我们在古代考古找到最多的是关于埃及的这些的考古资料，哇，每一个资料都是讲这个王多厉害，打败打仗多少次，赢了多少次，但是我们其实也知道他们打输了很多次的，没有记载的。因为王呢，哇，要一个大石头上面刻，要留下好的名声嘛，当然就是记录自己威水的东西咯。那些不威水的，当然哎，不要写哈。你如果是王的那个哈，也不敢写哈，写的话人头就落地了。所以没有这样的记录呢，是一点也不奇怪哈。同样的，圣经也曾经记载这个亚述王，这个叫做西拿基利的。他带领兵啊，来到耶路撒冷啊，差不多就要攻破去了。一夜之间啊，他180,000个士兵死掉了，也同样没有在亚述的历史里面记录的。其实我们再想回近代就好了，你有看过日本的官方的报告，日本的学校里面的教科书有说，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日本人很残忍，我们日本人到处去侵略国家，我们日本人到处去打抢强奸啊等等，这些有吗？没有的。他们反而说，我们去不是去打仗，我们是要建立一个大家一起繁荣的一个的繁荣圈啊，所以一点也不奇怪。但是各位，这个约拿书第三章的记载，然后我们刚才所看的那一分钟的那一个的视频，有谁也想到呢？有谁也想到啊？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就是叫南板这个地方，这么偏远的地方，这些阿卡族的村庄，竟然是一村一村的人信耶稣，全村人信耶稣。你说我们怎么样会去到那边呢？我们哈、都不知道原来地球上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是因为当地有一个的传道人，他们自己本身的传道人从泰国过去的传福音，然后一村一村人信耶稣，他们需要传道人，然后这个传道人就借助种种的方法找到马来西亚的我们。他说那边一村一村人信耶稣，他们需要有传道人，他们需要有人带领他们等等，他们需要洗礼，我们只是传道人，我们没有权柄为他们洗礼，你们派牧师来为他们洗礼啊！哇，各位，这个是我们想也想不到的。在这些的村落，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不在这边重复了，就是那个的巫师，四个的巫师，从小就是做巫师的，只是听了一首歌就信了耶稣。然后各位还有很多很多见证这些的村庄这一个村是信耶稣的，隔壁村可能就是大概走15分钟半个小时的走路因为都是在山这个村庄信耶稣的村庄特别多雨水的，这个信耶稣的村庄，这些的村民从老到少到年幼特别健康
这个信耶稣的村庄呢，他们种的东西其实一样的土地啊，但是特别丰收的哦，所以他们真知道这个人所传的耶稣，他们这些其他的村庄新的耶稣呢是真的。所以各位，我想邀请大家，我想邀请大家就是啊，看这些的照片，我们就在那边啊，为他们建立简单的礼拜堂，让他们信了耶稣的人有地方在那边的聚会。这些从老到少啊，这些都是我自己拍的照片，我特别喜欢这一张。我想邀请大家，我们一起凭信心大声的来宣告，来，一二三，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再一次啊，一二三，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阿们，哈利路亚。我们赞美神，我们赞美神。好，我们来做一个的总结了，为今天的信息我提出三方面，非常简单的来做一些的总结。这个今天的信息有提到，这个约拿书第三章有提到三种的转变。第一种呢，就是约拿的转变。好，我不重复约拿怎么转变了，我只是讲一讲这一个的牧师，上一个世纪的牧师哈，他讲了这段话。这段话能够带给我们信心，这段话能够带给我们安慰，这段话能够让我们下垂的手重新的举起来，让我们这个发酸的腿啊再次的走起来，行走起来。这个呢，我们曾经失败，我们在懊悔，我们在内疚当中，我们不敢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接触，这一句的话或者这一段的话，让我们重新能够坦然的回到神的面前，也重新的回到教会里面。什么呢？这个牧师这么说，他说基督徒的得胜的生命啊，是从一系列就是很多个，不只是一个，它是有很多个新的开始， New Beginning， 它是从一系列很多个新的开始建立起来的，不是一次就可以得胜，一直得胜了，是一系列。然后呢，他说我们要相信，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的仇敌啊，这个撒旦啊，这个魔鬼啊，一直在我们耳边一直讲控告我们啊，他想要使我们相信呢，哎，你输了，哎，你失败了，哎，你还有脸啊，你还有脸啊，来前面侍奉啊，哇，你还有脸回来教会啊，哇，他就是一直告诉我们，那我们还没有把那个坏事做出来之前，他是一个假装的天使来的，很可爱的，在我们耳朵边啊，去做啦 ，OK 的，没关系的。当我们一做哈，他就是翻脸了，有一点粗俗啊。但是广东话有一句这么讲了：“凡君居头早还习啊。”就是起初跟你讲很好啊，一翻脸起来，他就变成仇敌啊，控告啊，你睡都贴地的了，你的侍奉来到尽头，你没有翻身的机会了。你没有任何重来的希望，没有人再会相信你，弟兄姐妹讨厌你，弟兄姐妹看低你。他说但是呢，神是一个一直给予第二次机会，一直有 second chance second chance second chance， 只要耶稣还没有再来。这个就是要我们抓紧啊，耶稣还没有再来之前，让我们神的儿女们啊，回来吧，起来吧，神是一个永远给我们第二次机会的神。当然当耶稣再来之后呢，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所以我们要紧紧抓住。第二个转变呢，是这些尼尼微人的转变哦。尼尼微人啊，这个戏剧性的悔改，这个不可能的可能却实实在在的发生了，也让我们在当中学习，任何人在圣灵的大能，在福音的大能，在神的大能当中呢，总可以或者总会悔改的。我们不要用我们自己的标准，用我们自己的信心去判断啊，用我们的这个的眼光，短浅的眼光去判断，我们是要从神的那个的角度去看。约拿书就告诉我们依靠神。第三，有些人就觉得神会后悔吗？
这里明明说啊，神看到他们离开恶道，神就后悔。其实这个后悔呢，是一个旧的翻译，新的翻译是什么？神就转念。你说神是一个不改变的神，是，神是一个不改变的神，神的审判如果不悔改是不会改变的，审判一定到。神的拯救是不会改变的，只要你悔改，神的拯救就不改变的。所以当这些人从罪当中回转的时候，神就转念啊，没有把审判施行啊，因为他们转，他们改变了啊，神定义要拯救这些从罪中悔改的人，神没有后悔，神是转意。各位，如果我们不断的得罪神，我们不断的做神不喜悦的事情，我们却不愿意悔改，神不断的就是给我们第二次机会，第二次机会，第二次机会。但是当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愿意重新靠主站起来的时候，哎，神的恩福，神的能力，神的保守，神的接纳，神的鼓励就充满我们了。神的时间一到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又再次散发这个光芒。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感谢神，神就是透过他自己的话语来建立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恩，当我们再一次认真的来解释，也认真的思考你的话语的时候，即使是短短的十节经文，带出一个天地之间的一个的真理，就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求主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不单只我们相信，我们也配合教会推动的各样福音的施工，我们去接触人，我们带着这种的信心，把盼望，把救恩带给那些还没有听闻福音的人，以至于主啊，你自己呼召许许多多的人来到这个的聚会的地方，来到这个主的圣所，然后我们一起来敬拜，来赞美神。这个教会需要众弟兄姐妹大家彼此的配搭，这个教会需要众弟兄姐妹的付出，但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分钟的付出，我们每一次的精神上的付出，我们每一次的为这个的教会来做出贡献或者牺牲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做神的工作。我们感恩，我们感谢神，我们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神赐福我们。请邀请敬拜站领唱为我们唱这诗歌里面。弟兄姐妹，当我们唱歌的时候，自由的上前来，我们的吴医生还有教会领袖把你带到。你们，哈利路亚！我们一定要相信上帝，在上帝里面没有难成的事，一个不可能成为可能。哈利路亚！有什么需要带到的彰显来，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刻不要错过一个时刻，这个宝贵的时刻，宝贵的时间，上帝能够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恩膏，给我们能力。 Amen， 哈利路亚。
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而你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的荣耀。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也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随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而你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